冠最冠军。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九十分钟绝无冷场，唔系进攻足球，亦唔系防守足球，我哋系花生足球。攞少时间讲下欧联啦，咁啊。其实欧联呢个呢几周赛果都好咩喎，好正路下都系。当然琴晚拜仁输咗就其实都唔可以爆嘅，我觉得又。马体会其实就有旧年四强都赢咗佢噶啦。系啦，系咁啊。多仔又和到皇马，咁都系有少少嗰个可以。即系点讲咧？多蒙特，你话系咪真系皇马咁嗰组又系好似有嗰个优势咁和咗你又冇所谓嘅？系系系系不过就嗱，你嗱正路赛果就嗱，曼城就和咗3-3俾呢个罗扎士带领嘅西奥迪呢场，我有啲估唔到嘅。罗扎士好噃，系估佢唔到嘅。只能说罗扎士真系好噃。咁啊，证明系咪罗扎士啫？冇问题啊！证明是对方问题是吗？是啊，我们连波连奥赢都是哥迪奥，罗渣士竟然假掂。咁应该找他回来教了是吗？是啊，即是咁罗渣士你不要说他完全咩先得㗎，是不是讲就咁讲嘅。即是我唔觉得件事是即是可以说啊一句说话点点点，但咁呢个都 OK 嘅，即是我觉得下。是。即系我唔会话，因为咁样而去咩咁，但系 OK 啦。嗱，咁头先讲过啦，好好彩地啦，咁又可以吓呢、个云尼亚里喺呢个欧联又可以吓两连胜啦，系一个又系令人一个非常之吓兴奋嘅消息啊！嗯，突然间好兴奋，因为系咪真系流成功咧？真系流力流到嚟呢个欧冠，就系为咗今日。咁啊，都系嗰句，一人步行到咩啦？咁仲有咩会想提一下咧？其实就即系学你话斋，其他赛果都好正路嘅，相对正路咗噶啦。系啊，不过祖云达斯又4-0赢咗呢个唔知乜大蓝网好巧口啊！总之嗰队啦，即系值得一提就啊。即系有球靓波嘅，就阿戴巴拿，即系一脚推顺左脚硬走嘅，我冇谂过咁样入嘅，真系。唔系，咁亦都系佢能够做得到。但系即系只可以话，即系嗱，我哋上场就有讲呢、国米对祖记嘅比赛啦，我就话嗰场其实祖记系基本上打得好差，球员都不在状态，都唔知踢乜嘅，大部分都。但系真系嗰场，真系嗰场输完之后咧，就醒翻晒。我咁又系嗰啲叫做咩啦？系后卫，即系一啲几好后卫嘅，系咪先？系，因为佢上场都和咗西维尔啊，咁佢即系其实余下赛事都要尽力啲踢咯。即系你冇揾，你冇爆单噶嘛？咁又系行多一步就一步啦，系咪先？系，哼，阿仙奴威啦又，咁两球一早赢咗，和仔、啊。冇计啊！最威阿仙奴，其实呢个礼拜点算咧？两球咁不属你啫嘛，我觉得好合理啊，系咪先？啊！但系你又赢车仔又咩？嗯，好顺咁，啲嘢系开心啲啫，系咪先？系先？喂，花数你一定赢噶，系咪？你我都赢唔到，系当年系系咯，我哋唔可以咁简单睇人，两场都赢唔到啊，仲要系搞到咁样，所以咪大镬咯，系咯，咁啊。即系我谂一句说话啦吓，系咁永远都系嗰句嘅啊。咁啊第一件事啦，咁啊即系其实我都问题不大嘅，去到尾都吓。我谂欧联可能今年又比较特别啲，系多两场咁和品，但系其实喺佢哋嘅组别里面嗰两队 outstanding 噶嘛吓，有冇唔同讲法嘅系咪先？系好啦，咁好啦，差唔多啦，系嘛？系啊，差唔多啦。咁啊，首先讲香港队先啦，好简单啦。系，香港队又打啦，新加坡啦。咁啊，对于佢嚟讲都唔系太难打啫。唔系，因为新加坡始终对于香港嚟讲一个几直接竞争对手。咁啊，当然啦。咁、直接竞争系主要经济上啫，我觉得。咁但系足球上都可以叫做系嘛？你抄埋嘅又差唔多 style 风格嘅系咪啊？系，但系你应该系质素上香港强啲嘅。
咁啊，未必嘅。你谂下，上次 U 十六都俾人数到开巷啦。啊，其实如果你下再褪迟几年咧，新加坡真系有个势系会过到香港嘅。嗯，因为总言之咧，我哋讲香港一句说话，只能够说就系、是、你而家系靠翻入籍兵啊嘛，系咪先？系系系。咁你马来西亚当然佢好多啊，好多都话。你唔系咁新加坡人，即系用好多唔知咩唔同嘅，都系唔同滚咁人哋，人哋系真正新加坡人嚟噶嘛，本身里边都系。咁、你班入籍嘅兵，咁因为其实大家知入到香港嘅法例，入到籍佢都要七年后都35啊，33啊咁样。即系话呢班人一水咁去晒之后，会有几仲有几多香港人可以接得上去咧？咁我就反而都系即系觉得你对新加坡你一定要学一样嘢就系点样去真系做好啲嗰个清分。咁、个名单里边都正常啦、应该系要人都有啊，系咪先？都系嗰班人啦、啊。嗯，咁啊，大部分我哋有啲咩球员咧，睇啦，系咯。你讲有冇话咩位置啊？要唔使啦，总之你觉得 O K 嘅，正正常常系咪先？你高凡呢啲嘅唔使谂噶啦，要翻嚟噶啦，点都帮拖噶啦。基南马呢啲啊，咁基南马，好似冇基南马喎，今次梗系啦，边个唔出佢咁耐系咪先？咁啊，但系咯，同埋你讲真，因为头先都讲过噶啦，上集我估计讲过，啱啱就要中甲仲踢紧，中甲要抢啊嘛，系。咁讲真，免疫都可以免疫啦，就算唔扮病都要免疫噶啦，系咪先？咁但系有啲都喺中甲踢紧，都系都翻到嚟。咁你伊大嗰啲咁天山雪炮嗰啲就真系，师都有一翻嚟。系咁天山雪炮嗰啲都好咩啊嘛？即系叫做备受不足，比下有余，唔使惊。系又追唔到上去，又唔使降班，唔紧要啦，放啲出嚟又。中场依然都系嗰几个啦，吓讲本地兵啊，王洋啊，林家伟啊，白鹤啊呢几个啦。咁啊。但系都系嗰、那个，即系其实你睇翻上场嚟讲，白鹤出到嚟嘅效果，其实都好仲系以战养战咁样，又唔系话真系咁主力位置啦。即系冇翻以前嗰种，差少少真系实力哦、啊。咁啊，中场咁啊，喂，但系你其他都嗱，你除咗梁振邦之外，我冇乜意见。聂炳峰呢个冇乜意见啫。但系你重用卢君仪啊？但系卢君仪，你始终你有嗰、那个即系稳定性，同埋你佢。两用啊嘛，摆后摆中间任拣啊嘛，对于调动嚟讲系好少少嘅，即系佢攻守嘅啫，系啦，其实都唔系话好主要嗰个 shooter 嗰个能力啦，系咪先？咁啊，另外咁啊，仲有啲前锋啦，系好多、啊、今次前锋，系啊，入宝连奴，系啊，陈少琪啦，嗯哼，新祖艾力士。高凡就梗噶啦，又麦基、徐德瑞啊、李康廉啊、卓耀国，嗯。即系李康廉唔出要歌啊，唔系好识其实。咁啊，依家会睇睇阿 M K 国出要讲啲嘢啦，嗰、那个打法啦，喺富力嗰度。咁但系我觉得嗱，当然啦，对住呢一队新加坡，咁你系有机会踢好嘅。咁当然陈少琪，我会咁讲嘅，佢好努力，但啲排你知啊，生咗阿咩啊，好烦嘅屋企系咪先？所以朱会系唔系时候唔会睇老豆都行喊噶嗬？喂，呢个真心系咪先？啊啊！即系你知香港屋细噶嘛，唔系佢住得好大好细噶啦，听到声噶嘛。但系你问我，始终即系你前锋呢个最高实力嗰个都系高范噶啦。系啦，系你即系学你话斋咯，只能靠入籍兵咯，好多时香港真系。嗯，咁啊，有时候啲嘢就睇点啦。嗱，不过但系我即系龙门，反而我有个想提下嘅，就一个梁兴杰系南马嗰嘛，即系屈佢后备嗰位。系啊，喂，我睇南马张仁达斯咧。上半场咧，南马系用佢嚟守笼嘅，就唔系用摩拉嘅。嗯，佢俾我感觉佢系反应同稳定度都系强过摩拉嘅。嗯，但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可以值得俾佢试下踢正选啦、啊。嗱、当然叶鸿辉有话讲噶啦。咁你基本上冇伤冇病，除非特登要试嘅啫。如果你即系喺保方底下，你马哲迪嗰啲唔使谂啦，踢你唔好话啦，你都系等马当拿，等多罗马，多罗马嗰啲马啱啱十六岁，你咪等到廿六岁咯，等下啦。即系廿二岁俾你踢嘅。但系我实讲，我嗰次睇张仁达斯两马，确实系对佢嗰个印象好好嘅。因为摩拉出嚟系甩好多波嘅，但系相对佢系好 fit 噶。我谂梁健有个咁讲真，
佢有仲有场八号会打澳门嘅，咁可能睇嗰度出到名。但系就即系你对澳门就好难知到佢真正实力几多。啊，冇话澳门啲入籍兵都唔强，都唔弱噶。咁但系佢都有好多入籍。因为佢嗰次对祖云达斯呢啲，即系就算人哋出后备都。个班数都系强过你噶嘛，咁、但系佢嗰个表现系几，即系同埋佢上半场出上半场，人哋系有几个大佬喺度噶，系啊，未抽晒手噶，系啊，啊，例如啊，边个咁啊，十二号啊，边个啊，啊，香兰尼斯啊，迪波拉啊，美珍力啊，系啊，全部喺度噶，佢系同你玩嘅最强阵容呢场，但系真系，即系我觉得佢守得几好嘅，咁啊，点样好啦？呢样嘢我谂。买飞睇啦，虽然 Will TV 会播嘅，因为先讲咗噶啦，因为所有香港队赛事都播啊嘛，系本场要播啊嘛，咁佢讲咗局播噶啦，系咪先？即系咁，但系不过当然啦，买飞就百零蚊张，好辛苦啦，贵啦吓，咁啊 up to you 啦啊，呢不过我觉得可以入场睇下，咪入睇下咯，系咪先？因为之后就要打东亚运外围赛十一月噶啦，咁呢个亦都系试下。好啦，嗱，咁啊讲完呢个啦，咁啊都要讲其他嘢啦，咁啊当然啦。我应承咗要屌人嘅嘢呢，我唔会失约嘅。虽然呢，我突然间发觉我 Facebook 度或者喺 Facebook 里面呢，系呢份嘢系俾人 cut 咗嘅。系咪佢 block 咗我呢？有机会嘅。咁、我想讲就系、是、大球场道 Rose Stadium 呢班人里面。大球场道系咩呢？咁系几年前啦，小丽仲屈就喺嗰个佢我啲收音机里面呢，跟嗰条碌嗰个年代啦吓，系咁咧，到嗰时佢出一本书就大行动，呢班其实 Ultra 球迷啦，所谓 Ultra 球迷，咁 Ultra 球迷你意大利人识意大利波，识啲咩 Ultra 啦，咩叫 Ultra 球迷先？一啲唔系好受咩啊？约束吓，系喺龙门堂后边嗰啲咧吓，系系系，啊最癫嗰班吓，你唔癫都唔好坐埋佢嗰啲吓，攞嚟衰嗰啲系嘛？系，佢系自命 Ultra 球迷嘅，咁咧就好简单，喺9月26号下午4:13出咗一个 post。我照读啦，通常呢我上次我屌边个都系咁屌㗎啦，咁嗰个黄大明我都咁屌㗎啦。佢2010年9月25号 ,6 年前呢个周末，屯门体育会喺港甲联赛0-3输咗俾大埔，平凡赛事中的不平凡，就系赛前有过百位黑衣英帝热烈地为屯门打打气，令场波呢球迷不得不退避三舍，此时此景香港嘅奇景哟。好啦，咁其实呢跟住之后 read more 呢就系、是何君尧与屯门的一段往事，又关何君尧事，因为上次我闹啊边个又关何君尧啊？支持富力等何君尧系嘛？我何君尧对香港足球都几大贡献啊！而家拉到入场睇波，哇！何君尧百几人拉咗入场睇波，系咪啊？何君尧几有贡献嗱？当其时我讲嘅就未讲粗口之前咧，都正经嘅吓。咁啊，何君尧先生咧，咁啊，佢当时系同。因为佢系区议会啦，系咪啊？咁屯门系区队嚟噶，咁有啲关系好正常嘅事啊。咁啊，咁啊，嗰件黑衣啊，原来发觉一样嘢好简单咯。嗰件系会 T 嚟嘅，咁即系话咧，当年屯门球迷会男团嗰班啊，叫做男团啦，我称为男团嗰班人咧，即系球迷会咧，就个个都系有件噶啦。咁个个咪黑衣兄弟先，啱啊，系咪啊？咁啊，咁啊，当然啦，即系点都好。之前之后冇乜改变嘅系咪先？但系你用一件黑衫，用小熊嘅行为去概括大部分行为，咁同等于热狗难左交，就成班嚟左交，系咪啊？香港人闹掟砖头嗰几个就系废青，就暴徒，就全部暴徒。阿吴卓恒小朋友，你喺神禧当年咧都同我都有啲合作嘅，咁之后你又过咗东方啊？唔系我过东方嘅，过咗南华再去杰志啊，跟住就最新事务啊，去到人哋嗰、个委员会俾人顶落嚟啊，喺读媒写下嘢啊，冇问题嘅啲嘢系嘛？你都系因为一成为树人一个记者读翻出嚟，系咪咁屈人呢？嗱，当然嗰三年真系你话屯门喺嗰个时代，咁啲球迷系恶啊，咁或者调翻转。咁我唔怕讲啊，意大利波里面几多个同即係墨西拿嗰边啊，卡利加利嗰边同当地嘅社团嘅合作关系，我諗係你唔讲我唔讲都知㗎啦。呢咁嘅嘢吓，我唔知入咗声。黑手党都有关系添啊，随时。咁即係嗱呢几年呢班黑衣人唔在何君尧嘅领导之下号召之下，有冇入场先？冇。好。
咁啊，咁但呢几年屯门佢落咗去，经过嗰个李明事件之后落咗去，佢做紧啲嘢，你仲要咁样挖人疮疤，为咗去闹何君尧？喂，师傅，我同你讲，何君尧同埋杰志都有往事噶，你去 YouTube 揾九和何君尧扮成中国太阳同联同杰志足球队，嗯，咁同杰志有关系咪？啱见到何君尧都有关系，佢都系乜乜乜柒啊？你棍捻屈落去啊，系咪？大球场道嘅编辑委员会，咁啊点算呢？亦都我见到嘅，男团嗰班人都会讲过啦，呢件真系平凡球衣嚟嘅啫，系咪先？有屯门将背叛我屯门两个字，系咪啊？咁呢啲叫做真系抹黑啊，系咪啊？同埋而家嘅团球队同何君尧有冇关系？冇、嗯，何君尧同乒乓波啊，系嘛？何君尧同边个啊？何君尧同阿山鸡太啊？阿山鸡，喂，山鸡我寮村噶，啊，咁即系同你有关系。阿山鸡当年住我寮村噶，想当年我同佢咧有个过节噶，我同佢打镬，信不信由你。吓，佢阿妈阿娇我都见过，嗯，系咪？仲嗌我唔好打咁伤啊，大家。咁我咪同。有关系我咪可以做政协先？咦，咁啊发达、啊，即刻、嗯、发达、啊。咁我唔敢讲咁多嘢啦，系咪先？咁但系大球场道呢样嘢真系抹黑行为嚟嘅。你应该同人讲道歉啦。咁好啦，咁啊搞一轮啦，啊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一轮之后，咁啊梗系道歉啦。好啦，历史咧喺27号两日之一日之后啦。喂，即系历史用嚟借鉴嘅，有几好嘅啲说话系咪啊？唉，如果要刻意啊，社团即真系好片面啊。喂，几好系咪先？咁、嗯、但系咧，讲完之后咧，话嗰日好异常，喺泽丰轻铁站一带都系警察，有冲锋车，系咪啊？有警力，警员站岗，黑衣人喺青松观路逗留，跟住就劝喻离开，系咪啊？什么什么系咪啊？喂，呢一样嘢。好老实噶，道歉完，我 sorry， 不过继续屌你，你同黑街冚家铲死热狗乜捻分别啊？你自己话你唔捻行，我屌你老母啊！呢、這个大球场度，我当年都话会，啊嗰啲人话你仆街冚家铲，我都唔捻信噶啦。你而家做嘅嘢，真系我不能用呢个字形容你，食屎啊你，系咪啊？为咗自己嘅目的，去刮呢个咩出嚟，最后仲要。话自己系咩报道本地传媒有咩欧炒球迷啊，系咪啊？以偏概全啊，系咪啊？系嘛？我哋跟住嗰啲撑嗰班人啊，仲捻戆居，我有立场啊，以偏概全。苹果大公几时唔系咁啊？哦，咁我哋欧炒 fans 嚟噶嘛？我哋唔怕得罪人啊嘛？得罪人唔系得罪自己人，你同啲人热狗咬狗骨有咩分别？系咪啊？即系话，即系甚至乎系咪啊？有人话佢大胆，戆鸠叫大胆。佢而家破坏咗好多嘢，系咪啊？总言之，成篇文章以偏概全，我唔介意佢写我啊，我系喺闹你嘅，一定会。你唔好因为你个睇唔到你嗰个 search 咧，以为冇嘢，因为我已经 search 咗好多地方，我 cap 咗图嘅。大佬闹人之前 cap 图嘅常识嘛，嗯，系嘛？呢样嘢我只系觉得一样嘢咯。你枉亲自嘅香港足球支持者咯，你去应该去做一啲嘢，系经过引证，你有乜证据呢件事同何君尧先生有直接关系？有嘅话，选举请你出嚟啊，笨柒！而家讲，我系选举请你出嚟啊，吓唔觉意借一年时间去讲啊，六年前什么什么。你又讲咗六年啦嘛，咁欧茶欧臭有份，屌你老母！大球场道讲完，真系啊！不过系啦，啲道咧唔用开咧，唔清洁下咧，又臭又湿，嗰啲臭乜咧？好臭，好难讲噶。不过你讲明先啊，唔系又俾人入噶啦。你咁样讲咧，就唔代表你系支持何君尧嘅。我冇支持。我冇支持何君尧，咁你话我支持何君尧有乜证据咧？又系嗰句，系咪？咁讲何君尧先生，我成日觉得香港足球真系好有贡献。上个礼拜因为佢闹人哋，今日又因为佢闹人哋，哇！应该好支持嘅，应该系，
应该系啊，写住应该系添啊，唔该。提升咗香港足球嘅著名嘅喺关注度系咪啊？咁都系闹佢咩？喂，我谂即系出面阿 B 哥都冇两集闹何君尧啊，咁开心啊！我真系闹咗两集啊，因为佢阿 B 哥可以噶。诶，佢唔中，我做咗嗱。咁啊，仲有嘢去到时间最尾咧，都要讲少少啦。因为又讲开何君尧，讲下男人，讲富力啦。咁啊，礼拜六我睇富力啊，真系去。咁啊，记住一句说话咯，富力咧嗰日作客呢个昊天。是吧标准昊天。咁呢嗰张飞嘅钱系俾咗标准昊天嘅。唔会俾咗富力嘅，富力系要自己啊俾钱嘅。咁但係会最大问题嗰场波输2-0啦。咁其实有人会问我喂究竟富力打成点。咁我睇成场波富力好得意嘅波嘅。咁富力里面有几个香港球员啦系咪啊。咁前面系囉。咁前面就翠国啦，先想提一下翠国啦。有一个几得意嘅，我咁用咗个因为喺嗰、战术里面我哋需要即係足重要求啦，一定要有几个香港嘅球员啦，咁佢就都一定要做啦，係咪先。咁但係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呢，我有四个字夹变咗，就係、是、对波有少少格格不入啦。嗯。因为点讲呢，成队富力，咁我睇咗一场波呢，咪第一场我真係去元朗，我真係冇去睇呀，大佬唔好咁啦。我唔係嗰啲真係咁开心㗎嘛，去到。咁但係呢场波见佢做咗好多好多叫做乜嘢呀，小组入心。令到队波係有，即係你见到啊都几好睇㗎，即係唔係几香港式打法㗎。嗯。咁有时候佢哋都会有好多嘅令到即系一路拆开对手啊，希望系有嗰、那个即系点讲啊，制造空位啊。喂，呢样嘢其实香港球队好少有，因为你香港球队好中意就会用一种叫做喂，尽量均上先讲啊，后卫嘅嘢简单做法啦，系咪先？咁、你见到几个球员啦，我会讲嘅李雷啦，陈佳琪啦，呢两个都其实都几好嘅。咁但系，调翻转啦，你前面因为一对前锋就系全香港组合啦，曾建房同埋崔耀国。嗱，曾建房一个好典型香港训练出嘅前锋，咁、有波通常都系会，佢系身材高大啦。正常嚟讲，身材高大你会点有咁嘅直前掟个波喂作啊批啊。咁、但系问题，你成队其他嗰六个主要都系嗰、那个即系内地球员，佢成日做开嗰种嘢啊。变咗佢有唔夹，好啦。至于崔耀国其实停赛之后呢场第一次出现啦，因为上要坐月闭哥家嘛。咁第一场上阵，见到佢一个几得意嘅情况，佢几中意督波。督嘅意思系点啊？射嗰阵射嗰阵督嘅吓咁搞笑？其实佢系快脚嗱呢样嘢就，但系你嗰、那个嗱你即系热闹，我。就算以前踢波咧，我都系类似踢呢啲类咁嘅中锋嘅、但系咧，即系你咁嘅身形都可以处等咯，处等噶啦，好处吓，处等噶啦。咁但系即系你督波咧，系、你快脚督，可能力水好劲，即系力水都几强，砰一声去到，系啦。但系你嗰个准成其实会差噶嘛？又唔系佢卜咧，因为通常咧嗱，前面都几得意嘅，放晒两个上去咧。后面已经冚咧，因为你两个嗱速度嚟讲，香港球员快过内地嘅，因为佢哋唔系好上脚，结果个波可能前面得你两个，咁曾建房你咁样差上嚟，佢又变咗慢啊，即变咗佢又 hold 唔好 hold， 哇咁快上嚟佢线一线就出事咯，或者再到啊崔耀国去入涉去胜，因为佢嗰时咧佢系几得意嗰下嘅，我隔篱即系睇波个叔话，因为成日督嘅，那个叔讲啊唔系我讲就话，啊梗系啦，督波行少两步嘛。唔使掹公社啊嘛，系吓，咁问题就系行少两步，咁当然你喺对面，你后卫你有 J J 啊，嗰班阿 J 仲喺度啊，咁其实都阿廖培峰啊、次 B 嗰啲都其实都系好嘅经验，睇住你咁样，其实佢知道位行住你就冇问题噶啦，所以我觉得又即系见到呢样嘢就真系唔好话足总有样嘢都几无良嘅，就系、是、你呃佢入四个。八个香港球员冇问题，你又唔俾人外援，系咪啊？佢你而家四个嗰四个同佢嗰个风格系好
即系训练嗰个体系唔同啊，就好格格不入嘅变咗系。咁相对而言，我又觉得咩啦？咁你有人话喂，咁有啲嘢都冇得讲噶啦，你系咁样去安排咗。咁讲真，即系我唔觉得应该最 if 最公平嘅就等于唔公平。嗯，系嘛？你去特登将啲嘢 set 一啲条例，希看似公平，但实际去到尾就未必系变咗最公平嘅事。咁我谂对富嚟讲都睇点啦。我又觉得佢一定会高过港会嘅呢、這个，我谂呢个都咁，但系会点咧？咁啊都要睇睇。咁啊，亦都讲啦，就大家真系唔支持富里队波唔紧要。你唔入场睇佢主场唔紧要。其实作客赛事咧，对于嚟讲买佢飞支持佢嘅人，唔代表撑何君尧嘅。我爱佢真系噶，即系有咗佢之后咧，我两个礼拜都唔使点准备嘢。我不禁讲，系啊，佢已经印咗好多出嚟啦，已经。真系对香港足球嘅好有贡献嚟噶佢。应该你走去争咗个咩体育事务委员会做啊？啲唔好，唉，即系取代阿马逢国嗰啲咁样。唔系，佢唔系佢以前去做个小组委主席啫，得唔得啊？师傅系咪？副主任毛哥几好啊，两个喺度开波嘅人都。好，听住好啦，下节目准备好啦，好啦。咁啊，而家时间系9:30，我哋直播节目《花生足球》，再见。好，拜拜。